上帝，你会打黄金白银局吗？弟仔哪怕是饿死，把电脑从二楼丢下去，我也不可能去打黄金。谢谢老板。叫我 D 仔就可以了，我是 D 仔兄弟们。老六石头人，哎呦，被动没好，亏的。人人有份，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不着急，慢慢补，等两集有机会做了。打野被反，我不太好去，我想越了他。烧吧！让他多 A 我两下，小兵会打的，这样我才有机会杀他。还好换掉，哇，这个老六差点给他跑了，换了不亏。可惜我筒子被 A 了，不被 A 的话，不会被换的。换了就换了，他比我亏很多，他两波兵线吃不了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人人有份。这怎么没炸到他呀？怪物！打野在中，再 A 一下，他死了。啊，没死，这吃药了，这么肉的吗？等我 Q， 别急，那不能走进去 A， 先 Q 他一下。啊，他换不了了。凯旋，凯旋加 W， 回好多血，看到没？大海没有记忆，就要来临。死亡轰炸，还占了两个兵，呵呵，还可以。我可以升级，这波不慌。我去！哎，不该解，不该解他那个解攻速呀，上飞到天上去之后 A 不出来，最后一下，妈的，好猛的石头人，被割开头，好猛的石头人，我故意给他送的，我是为了给兄弟们打一个五二一，不然他打不死我，我是为了打五二一。故意死两次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人人有份，缓慢的死去，就是他们的奖励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上波没有交大呀。更多火药。人人有份。Holy shit！ 哈哈 ，What the fuck you say, Hammer？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？ 爽到极点，我的仇恨就沾了血。这咋还敢上来 A？还不走是吧？暴击！不要相信
哎，我为什么动不了啊？你们看，有没有看到我鼠标在点？愿你的灵魂得以安息。咋回事啊？是我断网了吗？是不是我断网了？What the fuck？ 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烧他！你怎么敢的呀？好大的胆子，这个人！看能不能把这中路给宰了，拆的爽不爽？烈火刀法，哎，这我没 W 了呀，不然两个人全杀，说实话，哎，好蠢，没留 W。997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控了。白天打峡谷之巅，晚上打胶水局。你还没见过血吧？应该会去打红 buff。这也能抽119。我操！我不要跟他单起，先开个一三连捅，闪现先拉开，然后我就死。你邪废了吗？我操！他们打炮好像有点厉害吧？我三连捅好像没炸到人，他们两个刚好飞出来了，应该跟他站一块了。等一下，我捅一下。这家伙，我一捅他就没了。大龙吧。牛唱，什么是牛唱？不应该说牛唱吗？怎么就牛唱了呀？我要塞江哥，马上来！大的还是能大一千。100%暴击。等队友们先追。我不能被开哦。他杀那个队好杀。
小心石头人开我。没有技能就先在后面归一会，让对面开我队友，对面开我队友，我再反手打他们。没有人去慢一点。得力也没，就等三连捅。他们少了一个人，我就故意给他们开，然后闪现拉开，然后他一脚把我踢走，开个大保护，然后一发球就给他做掉。他俩跑挺快的，他光挥火了。A 下加速，二连。好远，直接从南天门炸到花果山，远不远？给他拉起来，花里胡哨，闹够了没有问题。刀八八八，坏了，还两个图标，我的，他还亮个图标才是最致命的。后来续好标，我出个这个吧，出个这个就不用怕被开。这移速好慢呀，底下的我看起来很有耐心。女同事300多斤，那没事的，我也觉得挺危险的，别找我了，打扰了。我把这秃驴也给他炸，居然没幽梦，伤害挺高，他盾弓应该没好。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，我再炸他一下。2050，但他还溢出来了，一大斧。